第一线，第一什么？我这个治理了中国政治生态，是，是吧？那第二，第二建立了平安中国。哦，妇女我。帮妇女同胞怎样？鼓励，就是说没有黑社会了嘛，你是、哦、女的，就是比较安全了嘛。以前抢东西，是，那确实。第三个，传播了中国生意，在世界的舞台上传播了中国生意。哦，传播了中国的生意。对，你说声音，声音啊。对，你说现在很多国家来中国访问啊。是是是。第四。第四呢？第四，稳定了国际大盘了。哦，稳定了国际大盘，让人家不会动不动就动武，这样。对对，确实是不错。